那就中了。老婆，想想我们的快乐时光，别生气了，快回家吧。哎，你在家长群发什么呀？你赶紧撤回！哎呦，撤回什么呀？不能撤回啊，多好呀！你更不能撤回啊！身材真的挺好的，你也在笑话我是吧？我说的是实话。你撤回了没有啊？什么东西？什么什么东西？谁让你发家长群里的？你疯了吗？我发家长群里了。演，我不是演，真的。我现在就撤回。你撤回有用吗？你现在撤得回吗？走开。上哪儿去？出去睡去。我今天要给你暖床。谁让你给我暖床？我热，我燥热。燥热？那太早了，那就正经来。你就是个变态。你不上镜了啊？好多人都这么说。真的？那你开心坏了吧？他们都好羡慕我。你不生气了？还别生气了。啊！我洗澡去了，我臭死了。快去，我等你。哎。Nice.